通通回归常寂光，妙不可言呐！啊，我们真的是好运呐！这一生怎么会遇到这个法门？啊，而且这个法门我们可以做得到的，啊，不是做不到。啊，如果有疑惑，要研究经教。啊，经教最好的方法是读诵，不要去用心。为什么？心是妄心，用真心，真心只读不想。啊，没有妄想就是真心。啊，真心好，真心可以得三昧。啊，这个经呢，你天天念，一天念个十遍，啊，念上个几年，功夫成片了，心定下来了，啊，功夫成片是念佛三昧最小的，但是才能往生了，往生的条件去到了，然后，啊，真正有慈悲心。像海鲜看到还有这么多众生迷惑颠倒，想办法帮助他，能帮助一个就成就一个，能帮助两个就成就两个，不能帮助的也种了善根。老和尚一生给一切众生做善根，帮助一切众生结善缘，啊，不结恶缘呐，不害众生呐，啊，所以每个人见他都生欢喜，啊，都喜欢跟他接近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啊，要向他学习。那学不来，我刚才讲的方法读经，这一部经能读上三年，一天读十遍，读上三年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啊，三年你的清净心显现了，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很轻很轻，啊，你跟阿弥陀佛见面的机会有了，那么精进啊，这你交代得很清楚，阿弥陀佛就是毗卢遮那，极乐净土不异华藏世界。华藏世界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；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的净土。阿弥陀佛净土跟释迦净土是一，不是二。生极乐就生华藏，生华藏有文殊普贤这两位大菩萨，他们会带你到极乐世界去观光去参学。啊，这经上都有说的。啊，所以极乐依报珍宝。啊，具体是世事无碍，不可思议境界。夜夜圆居，无尽玄门。无尽玄门，浓俗为十玄门。
华严经上说的。要知道那个十不是数目字，不是玄门只有十个，不是无尽玄门，无量无边呐、啊。啊，玄门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就近成佛的门。啊，那我们要问，夜夜缘聚无尽玄门，跟大乘教里面所说的。啊，宗门常讲的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问题是会不会？不会的，哪一法是佛法？会的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门门都是啊。念华严经能入，念法华经也能入，念无量寿经也能入，海鲜和尚念一句阿弥陀佛也能入，那入一个学门就入一切学门，就是无尽学门，你统统都入了，这都是真话啊，这是真理，这是事实真相在历代祖师当中有多少做国王的啊，听经开悟了，明白了，把国王的位置让掉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实现给我们看的榜样，啊，那么在中国早期最著名的翻经的法师安世高，啊，那个安不是他的姓，是他国家的名字，啊，在汉朝那个时候叫安息，啊，唐朝时候称波斯，现在的伊朗，啊，安世高是安息国的王子，他父亲过世了，他继承王位。半年之后把王位让给他的叔叔，他出家修行去了，跟中国特别有缘分，到中国来非常聪明，很快中国的语文他就学会了，啊，早期翻译经他翻得最好，啊，他用意义不是用知义，跟鸠摩罗什大师一样，啊，这是早期翻的最好的，他翻的经中国人喜欢读，啊，好像读中国人的文章一样，佛法真正有魅力啊，能叫国王舍弃王位，真的无上菩提啊，舍了世间的国王去做法王，佛是法王，于法自在啊，
啊，那么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庄严是美好啊，这个世界样样都美好，没有丝毫缺陷。啊，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，每个人都是好人，好人当中的好人。啊，好到我们无法想象。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，三种烦恼都断掉了：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都没有了。人跟人相处是什么样子？我们讲一家人，一家人可不行。啊，各有各的身体，各有各的思想，各有各的见解，一家人不能比啊！啊，那怎么样比法？同体，变法界虚空界。一切万法跟自己什么关系？同体。为什么？他们知道，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，啊，就跟慧能大师说的一样。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是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万法是什么？宇宙啊！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？是自信生的，谁的自信啊？自己的自信啊！啊，我们人容貌有差别，身体有差别，自信没有差别，自信有真心没差别，妄心有差别，妄心是念头思想，个人个人不一样，啊，佛用真心。真心没有念头，真心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念头的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所以，回归到真心就成佛了。啊，成佛就是正德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万法的本体原来是自己啊，不是别人啊。啊，今天我们要回谤一个人，回谤自己。啊，要去陷害一个人，陷害自己。要去破坏一桩事情，就破坏自己。这不一样啊！啊，真正知道诸法实相，一切诸法实相是从自心里头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一体。啊，凡夫在迷。迷而不觉啊，以为个个都是独立的，不是一体啊，这就要迷惑，这就错了啊。所以佛菩萨的爱人，他是真诚的爱，
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同体的爱。所以说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缘是条件，无条件的爱一切众生，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我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